行，行行行，别慌啊！哎，不慌。哎呀妈！老妹儿，你是干啥的呀？你是这超市的服务员？嗯呐。那个，这儿就那一个女的。我不是吗？服务员不算。妈呀！那个二位，气氛是不是略显尴尬呢？你是小黄？是。我是小好。啊，你能把那个墨镜摘了不？哦。啊，你能把那个口罩也摘了吗？那个，我脸有点长。我看出来了，下巴都没罩住。这口罩买窄了。我这不对呀。啊？你真是小黄？是，他是。那不对，介绍人说你不到100斤，公斤啊，对。介绍人说你不到30岁，公岁啊，对。介绍人说你是属牛的呀，公牛，对。介绍人他还说了，你别介绍人了，是介绍人来相亲还是你来相亲呢？我那个女方，你就不能问人家几个问题吗？啊，对，那个你贵姓啊？我姓郝，叫郝帅。你爹妈挺敢给你取名的哈。啊，我。哎呀，大哥。你是来相亲的，你这我半天我不出一个字儿来，你真是没意思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样的人。老妹儿，你干啥？你这有冰棍没？你干啥呀？你给我来一根降降火。你咋的了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有相亲恐惧症。你也有相亲恐惧症啊？我一相亲我就心慌气短，血压高，冰凉的小手直冒冷汗。你看，哎呀，太好了啊！不是不太好啊？是。哎呀，你这不就相个亲吗？放轻松，没事的啊。不是，我可能是自卑吧，我个人条件不行，长得也不好看。那倒是实话。那是。再加上我这工作一般，也没什么钱儿。相亲跟钱有什么关系？你是这么想的啊？没钱不重要吗？重要吗？太意外了。啊，大妹子你不知道啊，我相了这么多次亲了，碰到没钱的人家嫌我也没钱，碰到有钱的人家怕我图他的钱。那你到底有没有图人家的钱呢？我压根就没想过图别人的钱呢，我就想找一份纯真的爱情，找一个一生的伴侣，跟他白手起家，白头偕老。你是这么想的吗？哦，哎呀妈，大哥，你形象瞬间伟岸了呢。我伟什么岸呢？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说两个陌生人相亲本来就很尴尬，是还非要面对面坐着跟谈判一样。哎呀，聊的全是房子多大呀，开什么车呀，有多少存款呢，就跟谈生意一样，太实际，太俗气。对。哎，我越看你越觉得顺眼了呢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，你就不用安慰我了。我没安慰你。我承认我自己脸长。你的脸叫长啊？你看过辽宁卫视吗？有个主持人叫脸脸。知道。那脸那老长，还主持节目呢。你脸没他长。对呀，我这还算短的呀。可不吗？哎呀，我天哪！老妹儿啊。谢谢你，我这会儿觉得特别放松了，是不是呢？找回信心了，感觉。加油！哎，你这超市不忙啊？那不是我超市，那你干啥的？相亲的。
你也是相亲的？啊？你这么好的条件还用相亲？啊，我条件好吗？多好啊！反正我觉得太好了。大哥，你嘴真甜。现在看你，我觉得怎么还有点小帅气了呢？哎呀！老妹儿，你跟相亲的人还没来啊？来了。在哪儿呢？在。在哪儿呢？那个大米来了，你俩接着谈谈啊，好好谈，好好谈啊。哎，老大，他俩谈啥呢？谈恋爱呢。谈什么？不是哥，哥，我可以把手拿下来，但是你保证不吵吵。怎么回事？那个男的吧，是来跟我相亲的。哥，你知道的，我有相亲恐惧症，所以我就找嫂子帮忙替我相亲，万一人好，我再单线联系。你说你干这什么事儿？不行，赵刚子，这么点小忙都不帮，是不是？我俩啥关系啊？你要是不帮，我今天晚上3点还给你发微信，我们俩聊一聊情感问题。行了。哥，还有个事儿。还有啥事儿啊？刚才我一秃噜嘴巴，说我也是来相亲的，相亲对象是你。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不行。赵刚子，今天晚上3点视频聊天。行了。哥，还有个事儿。怎么还有事儿呢？不，没多大事儿，我就是说，嫂子不是在相亲吗？你别紧张哈。哦，这啊，这我不紧张。万一要是被相上了呢？基本没这个可能。忙着呢。啊，忙啥呢？相亲呢。相的咋样啊？不正等结果呢吗？啊，你俩认识啊？啊，他是我老姨。啊，老姨呀，爷，外甥这么大了。啊。那个，我吧，今天做饭的时候，我把表摘下来了。摘下来以后呢，我怕把那水给它弄坏了，完了我就放那儿了。如果我要不摘下来的话，这表也摔不坏。啊！刚子，那是你过生日时候我给你买的，你怎么把它给摔坏了？不是他摔坏的吗？他怎么说是我摔坏的呢？他不承认呢。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啊。他太善良了。啊，真的，他太善良了。怎么了？他怕他伤了我的心啊。他就这么说啊。顺风，哎，男人必须要有担当。不是，哎，大米，大米，你别哭了好吗？你别哭了，我求求你，你别不哭了好吗？你冲我笑一个好吗？好，大米，求求你笑一个好不好？刚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心疼？我不心疼表，我心疼你，我看不得你哭。大米不哭了啊，乖乖，真的不哭了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啊，其实这个事儿都赖我，我知道责任全在我，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呢，要做饭的时候不把它摘下来放在那儿的话，不可能拿出来以后啪把它摔坏了。我摔的？谁说我摔的？顺风说的。钱顺风，你是不是要给你大姐夫挖坑呢？你呀、啊，哎呀，那什么，大姐，跟你开玩笑呢，赶紧把表给人家，快点快点。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可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看你把大姐还惹哭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，钱顺风你？你手表啊，挺好的嘛。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能随便开玩笑吗？你吓人吗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。顺风啊，哎，没事。你看人两口子也没吵架呀。哎呀，这是测试一，还有测试二呢。你还要测试啊？行了，别在这秀恩爱。大姐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啥事儿啊？我昨天啊，我看见大姐夫跟他的初恋情人王美丽在一块儿呢。啊？赵刚子。啊？你昨天跟王美丽在一起？没有啊，真没有，真没有啊！你看他还不承认，看你这啊，是不是你也看见了？测试，
啊，是。你是什么呀？是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两口子可别瞎说啊。谁瞎说了？我昨天一直在物业的，我在办公室我就没出门。赵刚子，这个情绪就对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也抖起来了呢？要动手了。哎，刚子，都抱上了。刚子。你做的对，王美丽是军嫂，咱们就该没事照顾她，好好帮助她。以后我跟你一起去。大美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我爱你。哎，又抱上了，四分啊，这两口子。你看看，你这测试结果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妈，啊，你说啥测试啊？啊，是这回事儿。啊，这不咱们社区要评模范夫妻，他们两口子非说他们两个合适。我说呀，他们俩净吵架。他说我大姐大姐夫也不一定不吵架呀。这不测试你们俩呢吗？哎呦，我以为啥事儿啊？来来来，妈，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觉得这回呀，评选优秀夫妻呀，就选咱顺风他们两口子。对，妈，你看现在二米和顺风俩不挺好吗？是，挺好是挺好，但是距离模范夫妻呀。不行，他俩还得考验考验。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咱妈就是对咱俩不好。大姐夫大姐是挺好的，咱俩不也挺好的吗？好你个大脑袋好，你就是闲的。不是，哎，我争创这个荣誉的，我是为我自己啊。那你为谁呀？为孩子吗？你为孩子，有你这么为孩子吗？这是荣誉啊。什么荣誉啊？将来咱也可以炫耀一下啊。那你就不能问，不是，你不能好好看。哎，停停停。哎呀妈呀，我这俩孩子病得不轻啊。母亲，我有一事相问。母亲，我也有一事相问。我说你俩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好的，妈妈。我想问一下，就在您心里，我们姐三个您最稀罕谁？是不是？就是妈妈妈妈妈，你这脚丫给我踩的。谁？你们猜。我。你大姐。哎，我。哎，哎呀，我说你们这俩孩子，我是说你大姐呀，在咱家最辛苦。哎，打小啊，咱家经济条件差，从来也没给你大姐买过什么像样的玩具，也没吃过什么小食品。可是你大姐长大以后啊，一直帮助妈妈带你们姊妹俩。真是给爸爸妈妈请起了半边天呐，妈妈心疼他。妈，妈，那我呢？哎呀，小米呀，你打小身体就弱，妈妈经常带你到医院，打针的时候，你从来都没哭过。医生大夫夸你坚强，说你是个好孩子。长大以后啊，你那活泼可爱的性格给爸爸妈妈带来无限的欢乐呀，妈妈喜欢你。妈我从一出生就没给我妈留下印象啊。给我坐下。二米粒子，丁叔你让妈最遭罪。生你那年你给妈肚里三天三夜呀，就是不出来。这家把我折腾的半死半活的。哎，突然有一天医院后边有头驴嗷嗷的叫着了，这家伙你在妈肚里当蹄子撂蹶子就出来了。妈妈，原来我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呐。是啊，所以妈妈给你起个小名叫二驴子。大姐没出洋相啊，不怨大姐这事儿。
这事儿就怨小米粒子。怎么？小米粒子教大姐跳舞，你说这就、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爸都生气了啊！大姐，你听我一句话，天生我才必有用，你不用跟谁比啊！爸妈把小米粒子生出来，那天生就是跳舞的材料，天生就这小身段，天生小男孩就喜欢。哎，爸妈把二米粒生下来，天生就是要嫁给我，天生就要跟着我享福的。爸妈把你生出来，咱家总得有个做饭的吧，对不对？大姐，你大姐就是给你做饭的啊？不是开玩笑。对，大姐，你不光做饭，你还得洗衣裳，你还得做家务。你给我往那边嘟噜嘟噜。不是，我就劝劝你，大姐。什么玩意儿？来来来，你过来来。不是，爸，你不让我咕噜走吗？你知道你大姐为什么要跳这个舞吗？疯了呗，疯了，大姐，这就叫疯了。不是，她为什么呀？她这是？你大姐这么些年不一直在照顾咱家那个老邻居那个赵大娘吗？啊，赵大娘，我知道。那个赵大娘前两天跟我说了啊。说看你大姐呀、啊，一天到晚忙这个忙那个，忙这个忙那个，啊，唯独她自己没有快乐啊。这赵大娘啊就想出个主意来，就说她想啊看你大姐跳舞，目的就是想让她快乐起来。我大姐天天在家做饭，我发现她挺快乐的呀。你吃的挺快乐。爸呀，你说我大姐，你说人家一个外人都能这么关心他，你说你自己家人，你怎么就不能给他点自信呢？我知道，我爱我大姐呀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大姐她那么胖，你让她跳舞，胖人不能跳舞啊！俗话说，你给规定的。那你看，俗话说得好吧，要俗话，你那俗话我最不爱听，又什么癞蛤蟆又下不去嘴了？你知道癞蛤蟆为什么下不去嘴吗？为啥呢？癞蛤蟆没你嘴大。是，我大姐她不会跳舞啊。你怎么知道她不会跳舞？她什么时候跳过舞？我告诉你，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参加过一回她的家长会啊，那个舞跳的都棒极了。哎呀，我半边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把你小时候跳的那个舞在这儿跳一遍，让他长长见识。哎、来，小米粒子，你坐这儿。小时候跳的舞，现在跳，哎，跳。小土豆子，你坐这儿。哎呦，爸呀，你怎么也叫我小土豆子呀？你看我跟他学的。小鸡包，你坐下吧。你什么户？